其中溥于四月初发表的 NEWFORDFOCUS 20.5 年是将先进安全科技 FORDCOPILOT360TM 全方位智驾科技辅助系统亦延伸搭载至更多车型。推出 EcoBoost 注册182四门佛星版、五门时尚版，为车坛带来70万级距最强四门、80万级距最易入手五门之 Level 2自动驾驶二中型房车。充分对应市场需求的产品动作使得 Ford Focus 再受消费者肯定。于4月在缴出116台挂牌数，同期市占超越 22% 的成绩。在全球仍处于新冠疫情冲击的时刻，台湾福特六合将迅速回应市场需求，协同 Ford 全球供应商与全球物流体系积极进行世界的产能调控，在新车订单热络的前提下加速跟进可供应量，满足消费者最快时间拥有新车的期待，以保障消费者购车权益。 EFORDCOPILOT360 商标全方位智驾科技辅助系统为辅助驾驶科技、非全自动驾驶科技，各项功能均有作动条件限制，请勿仰赖此系统取代驾驶判断，其限制请参见车主手册。而 Level 2自动驾驶系统系为依据 Z International 所发布之标准而定，其符合标准功能包含 ACC Stop and Go 全速域定速巡航调节系统、负低速跟车，结合 LCA 车道导正辅助功能。